靠，这个人 ID 哭啊！等我一下，我吃个药。什么手术？囊肿切除。欸，在脸上的囊肿要被切除外面拿回来的表，一部都很脏。我去洗一下，等我一下。我杯垫脏了，靠什么？啊！什么东西？是什么？呵，区区250的药水，煎，我去卖。好啦，其实太太只是想聊一下啦。我看一下哦，药组是动脸的手术吗？对，我去整形了。我看一下哦，脸部手术动完。脸部囊肿手术，好，这样子。哎呀，哎，克洛伊，安，其实不知道这投票要干嘛。可能不要了。早安，早安。啊，你继续忙，我去忙我的了。采花采草。拜拜。还是你要练？你又要上班练等了。然后现在其实那个纱布贴的位置，我的右眼闭起来有点难闭，我现在头有点胀胀。
现在好像不是不行、欸，你要去岩洞哦、喔？对啊，走啊，去岩洞练啊。那个胶布很大哎、欸，就很大片啊，哎呦。嗯，那我要拿药，那我拿补品。鸡鸭早安。哎、欸，夏曦，早安，早安。嗯，因为我那时候我想一下哦，我挂号的时候是15分钟，15分的事情，然后我进去手术好像也手术了快12分钟、13分钟吧。仿佛一直听到他好像刮到骨头的声音，就是听到咔咔咔的声音。然后这只哎、欸，这只哎、欸，想而已，想而已，不要乱来。然后想说好久没喝沙士了，去买一罐沙士来喝。哦，好贵哦！那、欸、沙士20几块。哎、欸、呀、啊，你要现在打卡还是到里面再用卡式小闹钟？哦，有闹钟哦。对吧、啊？不然路上很难走哎、欸。你知道西敏叫我留狼头吗？我想说，啊，我留干嘛？克洛伊会喜欢吗？喜欢我就留。你会打麻将吗？嗯，为什么是我？就问啊，总要找个人嫁祸一下吧。嗯，为什么不是你？问你要干嘛？问你，你有问过我的意见吗？我问你，之前你有问过我意见吗？再来第三个人就有三个课程了。那我要
我姐姐有没有矿工哦？好像没有哎、欸。然后我就跟他讲啊，那个狼尾留不好，很像排客哎、欸。好吧，我想去砍村。现在吗？砍村要几级矿啊？哎、欸，砍村你带路哦，从来没有带过路哦。奇怪，我那时候看到砍村的卷轴啊，怎么没有卖啦、啊？砍村传送卷轴，我还是我的幻觉。哎、啊，怎么又不带宠物了？你是不是在偷练等级？看难错。还要一个矿石十组。哎、欸，阿、啊、你不是有大地结晶也没有用，是不是？有大地结晶砍村还是要，还是要那个哦。大地结晶是不用打路霸哦，对呢，然后还要过一个海底洞穴吗？哎、欸，可是我记得我之前过的时候不用什么材料啊，还有什么矿啊？我怎么没印象说很难挖？没有，我之前有那个啊，有带那个水蓝魔力的时候有带过一次啊。问题你没矿工，机制不同，同吧。不是啊，我有带过啊，可是我记得材料没很难收集啊，是银吗？还是纯银？要什么矿？你要讲啊！刚问你问到现在，你还没回答我，是要什么矿？记得黄月木，黄月木不是三级的吗？那就是赢了啊！啊，你不是一开始先问我姐姐有没有矿工而已？早安，早安，早上好。今天就玩一下魔力啊，玩到12点，然后就去楼下休息。嗯，云娜早。哎、欸，云娜，你为什么 FB 要关掉啊？你可以私我。那时候看到你说你要什么关掉那只账号了，我想吓到，发生什么事情？高牌宝石鼠要不要？不用。
没位置，没角色拿了啦。你是不是连岩洞在哪边都忘记了？我没有要关掉、喔。有底价啊你啊！哎，岩二我就忘记怎么走了哦、喔。没有啊，岩洞是我打宝石的地方。那请问岩二你会走吗？不会，你很烂欸，要你何用？现在打阿队呢，来来来来来，我记得他没有属性吧？好，随便放。没有啊，我记得商城那时候不是有卖一个那个吗？砍村传送卷轴。对啊，我那时候不是刚回国玩的时候有、啊。哎、欸，我好了，你好了，说一下。但不会是现实的吧？有没有矿工帮忙？说海天走过去吗？免费猫早安，
没，啊，然后我还可能两天不能碰到水，可是我脸又很油，你知道吗？脸很油。导致我就是很会常洗脸，那现在是不能洗脸的部分，我觉得哦好痛苦哦，不能洗脸，要开会了，好，各位拜拜。嗯，不错，因为之前动下巴的时候，那时候还好，其实那时候洗脸尽量不要碰到下巴就好，啊，现在洗脸是两个眼睛中间那部分，就觉得哦怎么办？这要怎么办？欸，你的老鼠不是原本没有学超，没有学火焰以外的吗？能用抹布抹你个头啦，抹布！来来来来来，你给我以后用抹布洗脸。按抹布洗脸，你还敢讲？洗一边，不是阿罗洗澡的话怎么办？欸，我看到青椒肉丝欸，注意哦。两撮毛巾欸，差很多，先生。看到没有？他叫我用毛抹布洗。哦，火冰欸。怎么是学火跟冰，而不是火跟地或冰跟风？还是你喜欢火跟冰而已？随便学，那个太随便了。哦，太随便了吧！擦地板跟擦器官，对啊，你拿擦地板的东西拿来擦脸是怎样？那洗头的时候怎么不沾到水？仰着头洗了啊，只能这样子啊。你有香水？等一下啊，要喷的时候跟你说，所以我才问你要去元二打。如果不会去元二的话，我们就走到底的时候再喷啊。
有香香萌妹子不蹭吗？对啊，有香香的妹子，我能不抱吗？对不对？光遇啦，会令我听起来像痴汉就对了，不会啊，怎么会？抱抱是件很棒的事情、欸。哦，对呢，他们会攻击魔法防御呢。哦，这坏人，好棒哦。好好，那开会加油，加油加油！不用担心，我十二点后会乖乖去睡觉的，克洛伊。切个 DC 就看到呆鱼，我很爱你，哇！你不要你男朋友了啦，去跟呆鱼在一起啊！看呆鱼陪你的时间一定比你男朋友还要多吧？可以考虑一下呆鱼啊。看呆鱼又会跑图，又爱唱歌，又喜欢陪你。太扯了吧，射不到那只死老鼠。问号什么？是在问号什么？哎呀，几层啊？哎、欸，白痴哦、喔，在隔壁哦、喔，看到楼梯，然后下楼的楼梯。到底听了什么？我听什么？
你跟佩佩啊在一起不好吗？懂。如果你不会选的话，我帮你投票啊。那就开投票嘛。抱抱加吻脸，吻脸颊是国际礼仪啊。只是刚好用在年轻美女的话，我比较开心。没错，没错，没错。哇，像麻醉退哦，超痛的哎！你不是叫我休息，就让我休息也没用啊，他就痛成这样子，我要怎么休息？对吧？就是痛啊，痛要怎么休息？你昨天好像很早就睡了齁，我昨天忘记了耶，好像不到九点就睡了吧。大鱼跟谁交给观众？我跟谁？痛只是痛是比较出来的，只要有另一个地方更痛，就会忘记原本的痛。嗯，好吧，我去看看我的存折，我的心就会痛了，有没有？哦，潦草的卡片，哇！哎、欸，到了，到了，到了，那就在这里吧。来，请喷香水。看到没有？他使用了柚抹香，他对我使用的香水。叮，三件，哦，两件，等一下，哎、欸，
天晚上高校结束后，你来挂台干嘛？要不上课时间吗？你怎么空？你怎么可以来挂台？网课？哦，好扯哦！你怎么帮他说话？高校结束后，然后嘞，看情况打麻啦，看情况来打麻。不知道哎、欸，后面反正看情况了。我下一个药，我下一个药需要三点啊，三四点才能吃。吃药，我药吃的话，药。我日麻任务开完，然后完全没解，没事啦，就放着吧。跟我一样吗？怎么跟你一样？你吃什么药？还是你开什么刀？你刚刚不是叠字字，我刚不是啊。我说我需要吃药的话，等一下要吃个补。哦，对。凡凡动完手术还好吗？头有点痛。一边上线上课，刻意看直播，一边上线上课一边看直播，没事没事。小月早安。所以你在加油站工作，不喜欢听到上班加油，那要听到什么？上班怎样？上班打哈欠。顾小月上班打哈欠。小月加油好吗？95195加满，不要98吗？92 95 98。哎呀，如果你碰到他只是说要加100，你不想给他加到101块，那怎么办？跟他道歉，还是有没有碰到就是加到100就多一块钱两块钱那样子跟你翻脸的那种客人？一等早安，上课太无聊，跑来看直播。哦，不然就是他会给，好像通常超过会需要，就看人吧。因为毕竟有时候那种油枪有时候不好按，轻轻按一下就啪。多补了几颗进去给他，
我是做设计很厌世，来听教主的声音补充能量，还是想听番茄的声音？你看，现在只能番茄打字我讲话，还是想听番茄的声音？我可以打字他讲话。我先等等，我怎样？哎、欸，欢迎光临，这样子吗？然后听到你骂客人，我、哦、妈的什么之类的，开始骂，开始噼啪骂客人。我不会讲欢迎光临，你会讲什么？上班加油，加油好吗？陈俊安安，你要不要磕蔬菜？还有，我也不会，不会什么。你看啊，他常在魔力宝贝里面在骚扰我，每次他讲完话都说：“怎样，你要截图了吗？”有时候都真的是懒得截图了，那我比较欠截图的我才截图截下来。什么？话说你找到你的鸡鸡了？我的鸡鸡。话说我找到你要的哦，你说兔儿鸡鸡，兔儿小鸡哦，那你就鸭，还是小鸡？赶快跑！我也想跑啊，还是要听我的声音。快逃啊！番茄大力打！怎样？呆鱼要唱歌是不是？番茄。番茄，对不起了，我尽力了。我的灵压要消失了，番茄。不是哦，番茄，你要打就是左下右上打啊，你总全都打同一边。每次这香水很香，是真货，敢完蛋了。还有遇到防御的怪啊，完蛋了！冲啊！啊，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想到了！我们换队伍，我们换队长，快打快点！我们换队长。我不该打这道歉。道歉要干嘛？会浪费香水？不是啊，换队长就会浪费了吗？我们不是只是走进走进水晶吗？照步数算，哎、欸，总比我们传出去重走好吧？你想一下、欸，哎。啊！完蛋了，传出去了，传出去了。我的意思是说，可能换我的分身带带进水晶之后，再换为本尊，我是这个意思啦。我不知道你误会什么。
那可以换你分身上来带了。哎、欸，没事没事，没事没事。欸、不是，啊，欸、不是水晶呢。等一下哦，去确认一下。哎、欸，我听说这时候点 PK 的话，卡时会卡住，是不是？不换人带吗？不用啊，然后就打又没关系。那我们来试试看。哎、欸，卡石锁住了，是油，是油，是油。等等，就逃跑就好，装备会坏吧？啊，你不要打我啊！我点防御哦。哦，我扣了，哎、欸，怎么还没有？嗯？太久了吧？他好无情哦，去问一下哦。哎、欸，哎、欸，白痴，问不到了，我问不到那个火晶了、欸。按到。你要找找看吗？哎、欸，有了有了有了，差五等哎、欸。发现我这没点数买香水了，没事没事没事。
不要买了，不要买了，不要买了。等你有钱再买。起空弹啊！攻击。等等，下班就有了。哎，他厨子是什么？买卡吗？刚上课突然被同学被点名回答问题，因为麦克风坏掉，老师判定缺席。啊，打字不行哦。老子没在看留言的，那完蛋了。那、啊、现在麦克风好了吗？你又不小心那种设定吧？你先看你的那个，你们是用什么平台？就先看那个的设定，你的输出音效是不是同一个麦克风啊？啊，如果选对的话，你再看一下你的那个后台，那个输出装置的麦克风有没有拉到100%，还是有跑掉？那、啊、如果你都试过的，还是真的不行的话，重开机应该也是没有用的啦。不过你可以试试看。啊，一力建议重开机，啊没用的话，啊我就不知道了，真的很抱歉。我们是重开机信仰的教徒。欸，你是要人鱼洞的时候才改开那个吗？改开格斗士。哈哈哈，等等下课再试，不能现在试哦。哦，也是啦。你刚才接电话，哦，没事，没事，没事啊。现在重开机就自动下课了吧？哦，老师，我要自主下课啊！这样喊，老师，我要下课。因为我在看的实况组开台了，
欸，不是，你总是打两只的，你是不是点错了？你是不是太紧张了？都被判定缺席的没差吧？哎、欸，也是哎、欸，不要这样乱教人哦、喔。这种发言只有我能讲啊，老婆都被判定下缺席了，没差吧？再讲一次。聊什么？没，我帮你打好台词。对啊，你看他如果真的把你判定你不在的话，那其实他就在宣告说你已经下课了，你不用上课了。今天这一堂你下课了，好吗？刚刚客人家老妈家店电话三连发，然后嘞，但你刚好可以每个那个麻将桌上面都放一个，有没有？你就帮忙喊话，哎、欸，老妈丢了出了白板，哦，客人打出了碰，客人喊出了碰啊，店内电话啊糊了。哎、欸，又怎么不到动啊？看直播很棒，但是还是要注意一下，不然可能会判定你不再被激光，不再而被激光课。对啊，所以我每次叫你们给我好好上课啊，啊，可是你们说网课没关系什么之类的，这不是没关系的问题哟。你想一下，这等于在什么上课聊天还是怎样的，好吗？啊，你就没在听老师讲话，不是给方便就当随便呢？你们可以挂台就好啊，什么叫挂台？人挂着啊，去只是放着而已。就你就当做这边是放置手游好了，啊，唯一会增加的就是观看数而已。那反击你会选择上体育课吗？我线上体育课哦、喔。啊，所以你们体育课在干嘛？哎、欸，如果线上体育课你们都在干嘛？就只是大家都在萤幕前面跳健康操之类的。然后今天拿一颗篮球就丢给可能 B 同学 ，B 同学说：“哎、欸，传给 B 同学了。”然后 C 同学出来说：“没有，我把他盖火锅干掉，盖掉他了。”
们班同学以前有老师，有人老师的问题回答不出来，而且他没戴耳机，结果一声 Discord 的讯息出现后又回答出来，什么意思？体育课看 NBA， 开镜头跳健康操，老师叫我们拍影片练习会干高尔夫，这什么意思？ Discord 的讯息音效出来后就回答出来了。你是说传私讯给那个吗？给同学吗？有人告诉他答案。体育课应该可以用 Switch 运动的会游戏上来，不行啊！如果有人没有买怎么办呢、啊？不是每个家都有 Switch 的吧？更没有每个人都有那个运动村的吧？而且那个运动村一次只能一 one by one 不是吗？他能一对多，最多四个不是吗？最多八个人，保龄球跟足球。对啊，怎么玩？一个班级几个？好，起码三十个。玩星星哦。OK。原来在这里。不然学校给，哇靠！你说白痴，那直接家长买就好了啊。你知道吗？今天什么？今天的学杂费是一台 Switch 加一个那个健身环，还是动物村那个？不是动物，运动村的动物村。报名这个线上不是线上课，哎，这所学校送 Switch 哦、啊？怎么送法嘞？你的学费就含在 Switch 里面了。然后这学期要上的课程就是什么？下个月份 Switch 即将上市的游戏有没有？有没有？下个月的课表，哦，塞尔达旷野之息啊啊，没应该说那个上学期课程，宝可梦珠子。然后每人缴交一只设为宝可梦上来哦，明天验收。来，谁再挑我的语病看看？我用编他哦，要不要道歉？要不要道歉？好，现在头就很痛，你们不要再逼我好不好？我现在关台嘛。晚上末日也结束好不好？也不开台了，末日先请假一天，请病假。好不好？欸，想一下哦，我家现在36度哦，然后我就是冷痛在这边开台的哦。请
请趁我还活着的时候珍惜我一点哦、喔。哪天我死掉不在了怎么办？我们就只能回顾我所剪的影片了。我前昨天还好好的，怎么今天人就不见了？今天还是需要房间去休息，不是哦，就没有，我要怎么休息呀、啊？我在楼下也还是醒着啊，这个麻药退了还是很痛的，好吗？稍早就只是热而已，还好。他现在是麻药退了，痛加热，不是就是他那种痛，就是很像有人一直在捏你，对不对？一开始就只是轻轻捏一下，然后捏久会让你开始越来越不耐烦。反正就想一下嘛，就像蚊子好了，蚊子叫声很小声，可是一直叫一直叫会造成你的精神分裂。感觉好痛，可见臀管很多。谁？我容易臀管很多。啊，感觉好棒！哇。那你现在去画一个伤口出来，然后你就往那个伤口一直戳，一直捏，加油！你这样乱教人好吗？你怎么拿美工刀？没有，想试试看那个很棒的感觉。你找棺材好好休息吧，也不是找棺材。讲了，你其实我现在棺材，就只是没有动嘴巴、动眼睛而已。我还是睡不着觉啊，我还是没办法睡觉啊。刚不是说看存？哦，你是说看点难过的东西吗？吃安眠药，这是你能说吃就吃的吗？啊，万一现在吃晚上睡不着嘞，对不对？再吃一颗。可是这个痛安眠药我不知道哎，因为你知道安眠药不能乱吃的原因，也是因为，那如果你今天，你今天被，啥意思哎？就比如说，好，我的脸的伤口可能裂开了，应该照理说我会痛到醒来，可就是因为安眠药的药效可能就是造成说我感受不到那个痛觉，会继续昏睡过去。多喝热牛奶。我乳糖不耐症欸，来你继续讲，哎，请继续，我一定总有我的理由说服得了你。而睡前喝热牛奶也是因人而异吧。陈阳安，啊，懒得叫你萌了啦，就直接叫你萌好了，三个字太难念了，直接叫你萌安安。萌早上好，
等等，记得好好修。会啦，等一下就直接躺了，但是不会睡觉。感谢呆鱼的超级留言。哎呦，哎，对了，子瑶在吗？你要唱一首生日快乐歌吗？睡前喝黑咖啡，不喝睡不着。哦，会发生什么事情？就拉肚子啊。要陈夜蒙唱歌原因？不要，我不要陈夜的，我要子瑶的。他还没醒吧？他不是开着麦哦？因为他开着麦就是醒了哎、欸。他昨天开麦睡着，哇，太累了吧？那为什么他没被移到下面去？开着麦不会，而且他手机挂着，有这东西吗？可是我可以喝巧克力牛奶，调味奶就可以哦，调味奶我可以啊。而且你刚刚是说喝热牛奶啊？手机挂好像不会下去，我昨天十点多挂，早上也没下去。哦，那我只好一个一个询问了哦。喂，现在是点名时间，不在的会被拉下去哦。这样子，这样比较好吗？来，呆鱼同学，好下去。嗯，然后无名。啊，他可能准备开麦，好下去。还是怪人，喂，我在，我在，好下去。哦，怪人是说，哎、欸，好，今天轮到怪人好了，怪人好下去。谁是舌灿弄子？哎，你好，安娜，你好，你好，抽不到你啊！这比线上课可以直接狂举手。哇，没事，我可能半夜醒来，可能看到你在楼下一堆人在挂着。我说喂，这边在干嘛？他们可能说哎、欸，教主早安什么之类的。我说没有，刚睡醒。然后说开始点名哦，不在的要被我拉下去哦。应该说我通通拉下去，你们再自己上来一次，这样这样不是更快吗？对不对？我说好，好，比如说像现在好了，来，现在开始点名哦啊，那个日麻疯人院二的我通通拉下去，你们自己再上来一次哦。有听到吗？日麻疯人院二的啊，在 B 栋的同仁们啊，繁星要开始踢人了哦，可以吗？哎、欸，不行哎，他不能直接框选，他这样子嘞，
我今天催眠课好多，可是我根本没在听。什么意思？你是说今天催眠课害我不能好好听教主的声音吗？教主，你忍心吗？等一下啊，那就佩佩先咯。我冷静一点，为什么？有人在唱歌吗？唱到一半被踢下去是真的蛮不优的啦。那我等你们唱完，不然先从楼上开始踢好了。哎，陈烨同学在吗？啊，在，好，下去。啊，再来啊，子瑶同学。你刚回来发生什么事？没有啊，你还没吃完。你不是说要吃？你不是？哦哦哦哦！现在看到你打吃，抱歉，还是呢？这边补一个好了。我还好吧，头有点晕。错的是没有，错的是这个游戏需要花魔。如果这游戏不需要花魔的话就好了。可是你觉得我现在开始看产生幻觉了，我开始要踢人。不花魔就不叫魔力宝贝了，那叫什么？体力宝贝。那魔力的卖点不是要魔吗？那叫什么灵魔宝贝啊？首款不需要消耗魔力的 RPG 游戏。今天放假快乐啊！你不是礼拜三才放假？你不早说，番茄就可以抓鬼了哎、欸！直接在柜台喊说 "Give me a sign"。对，直接在柜台喊 "Give me a sign"， 然后突然那个客人进来吓到他。拿什么？番茄啊！番茄在上班玩魔力啊！你看他比你嚣张哎。反正等一下玩到中午12点，我就关台去楼下。啊，会不会睡着？会不会怎样？再说，反正会休息啊。好，西亚吃饭，拜拜，拜拜，拜拜。鬼拿鬼，我要一包七星。他不会开麦，逼他开麦，总觉得番茄没有上班都在玩游戏啊？不是，他上班就是在玩游戏，好吗？那多夸张！那时候问他说他的技能都多少了，他说都满了。我说你上班是太无聊哦。我说对啊，上班没事做就是在练技能。哇，很幸福哎。你现在陨石五了不起哦，你再讲下去我就不玩了哦。哇，怎么可以这么好啊？我觉得你在嘲讽我，你在跟我炫耀，我难过了，玩魔力了。没有，主要是他有他的原因呢、啊，因为他你连续上班几天了？你连续上班几天了、啊？有没有半年了、啊？年假到现在了吧？哇，你看几年了？有几个月，四个月了吧？他上了四个月的班，都没有休假哦。然后下班后还要6点开台，开到8点，然后有时候8点又要陪我们到12点。
我是讲我们的、喔，不是陪我，是陪我们啊，陪小鱼、九口还有我啊，到十二点。不过你妈准备六月让你去的，去哪里？相亲？出国？哦，你是说要出去玩的那一次吗？那很棒啊，好好放松啊。十二点后又要陪家人打吗？没有，不是十二点后，是十点后。不是很扯的是，你看陪打到十二点后啊，然后还要接早上的班，他们家人根本就在虐待他。老潘，棉被猫，拜拜拜拜拜拜。你昨天打了三天的吗？什么意思？你又不是没休息。绑十五天吗？那也可以，就是第一天的时候就跟打电话跟他妈说，你家儿子在我手上之类的，也不用付赎金啦、啊、我们要的不是赎金，我们要是他放个假，然后他可能就是之后有没有就家庭革命了，番茄再也回不了这个家了。你儿子现在在我手上，然后把本名全部念出来，身高体重，然后出去穿的什么服装都讲完。他说：“好啦，阿姨，其实我们不是要赎金啊，只是你儿子在我手上而已。”然后突然传那个他儿子的照片给他看，那不是我儿子啊，我儿子不会穿女装啊，对他现在会了。你儿子一直不敢跟你说的就是这件事情，然后可能番茄会从电话口中说出：“妈，不要听他们乱讲，没有这回事啊！”你看，这就是你儿子不好意思跟你说的事情。然后开始把一些对话记录跟删减片段剪出来，我教主什么时候有想我之类的啊？然后我就是可能回他滚走开，没有你什么之类的。然后开始翻记录档跟那个精华，开始剪出来。我怎么听到他好像讲了一句话说：“哦，跟你们讲话好累哦，对不对？”好像有什么声音传到耳朵来了。哦，跟你们讲话怎么那么累啊？我教主，你真懂我之类的，哇！我天哪、啊，会不会他娘反而说终于有个女儿了？没有没有，他有一个没，他有个姐姐了。不然就是可能说，终于有两个女儿了，好开心哦。没办法，番茄子没有爱他啊，他不爱我们其他的粉丝，没有哎、欸，你要想一下哎、欸，他也说他不爱你，你也不爱他，不是吗？那时候你也说你不愿意跟他穿情侣装还是什么的、啊，有吧？就是光玉那时候讲啊，他说你还不还问说什么有什么好看的衣服吗？不想跟番茄穿情侣装。猫咪装就很可爱啊，包括衣服吗？
我要去退番茄的订阅。没事啊，订阅是免费的啦，会员才要钱。但是我觉得等级练的好像没有之前不之去年还快啊，我的幻觉吗？你看都吃了你的香水了，我感觉没有很快啊。你也是第一次四五到五十在联动，不是啊？四五到五十不是在联动，要去哪里啊？难道就是直接去那个了吗？去那个？我记得是啊，五十那边才是人鱼洞啊，因为五十到六十，六十才能玩王水洞嘛。因为那时候 2.0 出来的时候才有冰树啊，冰树是50到55的地方啊。会在雪山。一起退番茄会员哇。哎呀不用啦不用啦。不要这样勒索他，他要哭出来了。那客人就问他，你没事吧？你怎么在掉眼泪？我的会员陆续掉了。我说你是什么会呀、啊？番茄会啊？你是那个标会的会长？我以前在冰树好像只玩过两去过两次而已。我反而对 2.0 很多剧情跟练功点都没有什么影响。我只比较印象是 1.0 的嘛。要去一代那边练的。打一代。那时候等级经验真的很低耶、欸。都是在没打卡的情况下练的。而且经验又少。我记得是在人鱼轨道，人鱼就是50到那个60的啊，人鱼那边不是55等吗？54、55等。年代久远了，白痴哦、喔，也才去年的事情，多久？不是年代久远的问题啊，你连神木区怎么走都不知道哎、欸，我退坑的时间还比你久哎、欸。也不是退坑啊，就是 AFK， 那是你忘记。那请问那请问不记得跟忘记差别在哪里？对于你来说？你的岩洞跟人鱼那边不记得了，跟忘记，请问有什么差别？不记得是没有。记起来过，忘记是记得后忘记。你在掰啊，我听你掰啊。不要相信他的呢。我一直都没有相信过啊。
团。我又有点想说，我之前为什么不直接三支弓箭手玩就好，就单纯的练等就好了，就简简单单的啊，三个乱射扫过去就好了，啊，剑刃风暴，就不用担心练技能的问题，但是就觉得会很无聊，但怕无聊把自己考到哈扣模式。玩起来没挑战性，就是没挑战性啊，会很无聊啊，就只剩下乱射没了啊。乾坤我也不会想要去练，但就只是个无情的练等机器了。先把等级练上来，其他之后再说。那、啊、你不是要吃料理没吃哦？有矿工找到了哦。那什么时候要去？那我觉得也可以直接归在砍村玩就好了。我不知道哎、欸，我先跟他谈谈看，是要矿物还是要矿工？我记得他是说要修理桥梁还是什么，不是吗？没魔了啊！我刚刚在等你吃魔，你那边回人家矿工的问题，你跟人家看剧情，我也没在看啊，我只是好奇说他为什么要这些矿物跟木头而已。让你们地合了哦！你刚刚那些超贵的护符，我有看到啊！一早起来就看到你丢了一大堆护符给我看。你那个是收来的还是去抽的啊？啊，也是应该是收的啦，我在讲什么？啊，呆鱼昨天就睡着了啊，他、啊、怎么会知道？他、啊、已经，你看网上翻聊天讯息，他说他已经去睡着了，没被踢出去。哎、欸，十二点了，我们走到这个香水没有吧？啊，什么时候啦？因为那时候走了快两小时才走完。
好，幺幺，拜拜。教主安安，你要来唱生日快乐歌了没？快点，我还等你唱生日快乐歌。看在我是个病患的份上，伤患不是病患，伤患。感觉快可以出发了，什么时候？来，你安排时间。看我，又看我，你跟呆鱼一样那么爱看我。子瑶关麦了。这是回忆，跟原 PC 一样，差不多。有些不一样啦，就是经验有加倍，主要是回来玩回忆的啦。你要出门，又出门。就是有多一些自制地图，然后技能有稍微变动一些些，像气功弹一等就可以丢到一到二颗了。比较好练，对。然后只是现在回锅，来玩这块，来玩初心的话比较怎么样？对新手来说比较困难一些些，主要是因为很少买到低阶的材料。要回来了 ，Hello， 还没有关，天气有稍微转凉。他说十分钟，还是我们就去等，等等就去，可以啊。而路上走一走，走过去应该也要一个多小时吧。这样新生代就能继续传承下去了。你是说下一代的人吗？我觉得下一代应该是受不了这种游戏吧。你要先休息也可以，啊哦，就不知道怎么休息哦。下一代，我问一下哦，我下一代人大概是佩佩，你佩佩呆鱼，请问你们会对这款游戏有兴趣吗？你是用手机？这不是手机游戏啦，这网页，这 PC。你手机哪会有这种界面呢？哎，效果结束了，你要吃吗？哦，他吃了，完蛋了，吐了。
那我也放一放技能好了。那我们技能放一放就回家吧。那就是归来哦，我对归来。那这就是永恒初心啊，这是大宇自己弄的啊。有电脑也表示不会玩，对吧？看不懂，没有啊，就是放技能打怪，放技能打怪，然后怪会掉他的圣洁石啊，然后把那个石头拿去卖掉，那就有更多的钱买更好的装备跟补品。啊，就可以打更高等的怪。那请问，那你觉得魔石是怎么来的？他的眼球、他的骨头，还是他的心脏？看人啦，什么看人？你到底想表达什么？他说：“蕴藏魔力的石头，魔族的力量来源有没有？每个魔族都有属于他的石头，是可以玩的、啊。如果有电脑的话，等你啊，你要组电脑就不要组文书机啊。这款的话文书机可以跑得动，但是如果像魔物猎人那种，也不要说魔物猎人好了，再好一点的那种动作类游戏。”就玩不了了。没有啊，他如果只单纯玩魔力宝贝的话，那当然可以啊。他一定会之后会玩其他游戏嘛？你看，我可能之后会想玩泰拉瑞啊，然后会想玩一些游戏，那都是多人生存的啊。那个也很考验那个电脑、欸，电脑跟网速。像我们之前跟我在 FB 直播的时候，那时候玩泰拉瑞啊，就是有跟。就羽毛子他们啊，有个叫一哎、欸，还有小奈，然后那时候就是网路很差，所以玩的过程中，其实我们只是玩那个难度中等的而已，玩的跟超困难一样 ，BOSS 会瞬移。好想泰拉，哎、欸，我其实又真的想回去玩。小奈就是你会看到一个叫做绿茶牛奶的吗？然后看到一个小奈跟他都会几乎同时出现。不是你妈啦。手机可以玩魔力，可是那个魔力完全无聊。其实可以耶，真的假的？哦，真的假的？点有出三种版本的吧？我不知道啊，没有去摸，没去研究。你说远端操控，那你也要有个 PC 吧？对啊，还是要有 PC 啊，所以才。你要用手机玩游戏之前，你要有个电脑啊。思考什么？没有。你现在思考什么？你现在思考的就只是换好一点的电脑。电脑这东西虽然说什么先求有再求好，没有没有，电脑虽然说它也是个也算是个淘汰品，但是它也没有说那么快淘汰，所以你一开始就是不要买太好，就是买中等偏好一点点，不要买个怎么说什么有电脑就好，那不行，你会玩得很痛苦。等他采好素材之后就回去吧，还在采哦、喔。看看是我们魔干还是他先采好？我们魔干吧，还是你是说料理吃完？
他说只要十分钟哦，好。那个大鱼，你想一下哦。所以我刚刚就说你是说磨干的意思是料理吃完还是什么？那、啊、不是这个意思吗？来，大鱼，我解释给你听。你像一个很破的手机玩光遇好了，可能你玩一玩，牵一牵手会突然就是卡一下你就断手，懂吗？你手就莫名其妙会断掉，或是会从肩膀上掉下来，导致说你每次过图还是，应该说一张地图你要重新牵手个三四次以上，也没有说到不能太好啊，当然能好尽量好啊，你当然是不能差、啊。所以我才说中等偏好就好了、啊。对吧、啊？如果你也没有要什么开台，没有要做什么很吃效能的东西，就大概60分的电脑就好了。如果你遇到金钱上的困难，我们还有怪人在啊。等等，20东一旁，好啊。安雪莉安安，也遇不到怪了，补电脑。聊天室一大堆人没电脑啊。这句话怪怪的，好像你要赞助一台电脑，没有，你要赞助五台电脑啊！现在订阅啊，加会员，有机会怪人有机会抽出一台电脑啊，每五天抽出一台。我们不抽 GoGo， 我们只抽电脑。像我这台电脑，对，跟怪人无关，不是怪人赞助的。不要瞎摆号码。你敢骗我，你就死定了。你是说怪人骗我，怪人死定还是我死定？我就说没有啊，这台电脑不是怪人提供的啊。啊，可是怪人当时跟我说他现在不认账了、欸，哎，哦，好扯哦。好了，干了。回家，回家。嗯。你自己都没煮，对啊。所以你要先送出来嘛，对不对？我、哦、差点卖掉，白痴。哦，玩到嘴巴会张开了。你说东一吗？好，煮电脑要懂才可以啊！啊，我就不懂啊，所以那时候煮个电脑煮了7天才弄好。
我觉得怪人先解决避雷针的问题比较好。什么叫避雷针？哎，为什么要二十瓶啊？哎呀，好多人哦！哦，终于不用带队了，开心死了！电牢吗？這是什么鱼啊？八变呢？等一下哦，等我一下下。回来了，啊！加传教，啊，不是你传教不在这哦，在这。好了，我们等一下要花一个超长超长的时间去走超长超长的路。没有，主要是等一下我们要搭船，那个船大概顺利的话，我们过去只要搭五分钟；不顺利的话，可能要搭十分钟。前提是你不会迷路的话。哦，你好烂哦！不是，没有，你好啊，你很棒，你不烂啊，你最棒，番茄你最棒了，番茄。你可以喷驱魔香，我就烂啊！不要吧，我更烂，我更烂，我更烂，我最烂的，我最烂。现在电费涨也很大，能省对啊。连玩家的游戏是什么？哎，这是什么？哇，太有钱了吧！那很便宜，不行，要钱的东西都很贵。为什么搭船那么久？库拉比亚的船，你还提？你要不要想一下？海贼王，他们还没有打完。
他们还在鬼岛上面。你提库拉皮卡，你有想过？那个谁，干嘛？你又怎么了？魔术没伊尔的点，快用你的弓箭手开过来。来，我们先去码头。欸，那我先带，你加我，你加我，我带。笑死！来，我们番茄又让我们花了时间啊，打着打着突然蓝屏了，哇！你有办法？你说买卷轴吗？真的是有钱人的想法，没钱限制了我的想法。如果有船的话，是什么哥拉尔？是阿凯吧？对不对？哦，对耶，你直接买阿凯鲁法的那个就好了齁。哎呀，他刚要进港，来吧，慢慢走过来吧。来讲一下哦，就是你想一下，这就是月台嘛，然后过去五分钟，回来五分钟，所以。现在剩下四分多钟，表示是说那边刚开船。哦，好怀念哦！当时 2.0 一改之后，一堆人冲来这边玩。然后还记得我那时候封印师刚好打到那个水蓝菇的卡片，就直接在东一门口在卖野生水蓝菇，一只卖2000块。我那时候就卖很快，就卖有了。结果后面有人找到一等的点之后，我那个就卖不完了，就卖不掉了。欸，番茄，你们那边，欸，无糖那个加盐沙是多少钱？27。哇！我今天就想说，真的想要去喝一个无那个加盐沙士，突然很想喝。然后看到已经是很便宜的美联社在卖的，一个34块钱呢。想说哇，啊，我怎么记得我最后一次买的是28块？你是？最近黑松跟可口可乐都要涨，汽水不是都29吗？我买的时候已经28了，欸，不，当时买是28。阿盼安安，惨了，竟然是我太久没喝了，也好啦，少喝饮料啦，好像说都要涨价了，还是我刚好碰到涨价的时候啦，已经涨价了。鼻梁，这很像鼻梁被打到，欸，他是不是伤口画很大，啊，好怕，喔，可能洗澡不小心沾到水的时候再打开看。
特价有可能20几元，二十几元那是组合价啊，可能两瓶45块啊，两瓶49块啊。哎、欸，剩一分钟，你来得及吗？你在路上了吗？你在打黄蜂跟盗贼了吗？村长了，我还跑去祭典哦，聪明哦。你也知道少喝饮料、哦，我知道啊，哎、欸，我很少喝饮料了、欸，我最近尿尿都是白色的、欸，哎。嗨，燕子。我最近尿尿都白的哦，啊，都透不是白的、啊，都透明的哦。超商都50块，也、欸、不是就突然嘴巴很想吃哦。你也是常常会突然想吃辣的吗？一样啊，对不对？又没有不准你吃辣的，只叫你少吃而已。一罐2000cc 可以喝很久，看到没有？哎、欸，进港了，进港了，进港了！哇哇哇哇哇，刚刚好！哎、欸，你算很久哦。好诶、欸，进去喽。那有事爱玩北七，就是他要他准备，他是不是他会这样说吗？正在靠近一了，准备下船嘛。那时候爱玩，就不小心点下去，然后要点回上船的时候，像这样子下船，然后再上船这样子，接着是。爱玩玩过头，就我一下船，他马上就搭船走了。来带你们认识一下这个船，真的很有风，真的很棒耶。然后这些房子房间其实没干嘛的，就空房而已。然后有解一些特定职业任务会用到，可是那个职业任务还没开放，叫侦探的。那侦探的用途就只是变玩家的角色没了。留言板还是没改。艾欧奇亚，艾欧尼亚，以前超喜欢他这种小花的配饰，我以前有一个职业是可以变成宠物的，我就讲啦，如果都要开放那个新职业出来嘛，就是要么是盗贼，要么是仙人，我就把一只角色拿去转，因为开新的角色啦，毕竟等级练那么高的仙人不知道干嘛。昨天做梦在玩游戏啊，然后咧，啊，这是甲板。椰子罐头，哇，好怀念哦！我也很喜欢玩椰子罐头哎。比起什么蛋蛋糖，我还是喜欢椰子罐头。
对啊，我昨天有看到你们在那边聊天啊，说什么好久没看到，好久没听到泡芙唱歌。教主有什么推荐的吗？我好想吃麦当劳哦，我已经半年没吃了吧。我真的饮食习惯已经变得也很没有再吃油炸类的了、欸。怪人大哥，怪人要抽电脑、哦，他没抽到也不能怪我，要怪他，要怪怪人。怎么办？我好担心是那个疤会留很长。油炸的欸，教主能吃吗？不行啊！我就是那一次找我家的狗，结果太晚找了，那时候已经几点了？1:30在找，又经过一家咸酥鸡店，我就觉得好饿哦，就买了，又吃完之后，我的那个头上的囊肿就长出来。啊，所以就觉得好烦哦。现在动漫跟以前没什么比，你的话题太跳了吧？其实有点我跟不上了、欸，我会开始有点懒得理你哦、喔。先跟你讲一下，如果你的话题真的那么跳的话，我会无视的哦、喔。先跟您说一下哦、喔。那吃麦当劳的鸡腿堡。不知道欸，都吃麦当劳，但你都要吃油炸的啊。不爱吃薯条的，哎呦，我手好脏哦，等一下洗个手。你看，怎么割啊？我那么黑，我刚抓了手，刚抓了我的头，就变这样子了。等我一下哦。等一下，我们出去之后，你带个队。我之前为了皮肤也不能吃糖，现在好了就吃爆。哇，我也好想要吃爆哦。没事啊，首先你先找到南门怎么走。囊肿手术会留疤吗？动刀了当然会留疤。应该先去找传送石，白痴哦。就往前走就到了而已，干，不要跟着我走，我就是走这里吧，先走这。走错了，马上走错。搞得好想吃麦当当哦。我应该要收工商费的，可恶！好了，就这里了。为什么要找传送石啊？传送石是做祭典任务的欸。洗个手，马上回来。你先带。
我忘记它会不会自动记点了，不会吧？喂，我成功赚到一天假，好嘞。好想吃冰旋风，我也想。哦，我先看一下有什么。好，这边开始。哦，不，麦当当，我好饿，我也好饿。吃啊，哪次不吃麦当当？哎、欸，小林，你今天放假吗？我最近好想吃那个拉面哦，我们再改天再去吃。我也好想吃麦当当，完了，是不是完蛋了？还有谁？我还好吗？还可以。决定了下午去麦当劳鸡块吃。反正午餐要吃麦当当啊，可是好远好热，就去小鸡买两面。不是繁星说的麦当劳吗？子瑶，你要唱生日快乐给我听了没？好什么？主播说的跳不太懂。不是，我们在玩魔力宝贝了，你一直在讲一些自己的东西，我有点没办法回你话了。你这礼拜还在家上课？哎，那边是只有下午才能吃吗？早上可以吃吗？那个江大头，你不要让我们觉得你话题很跳啊！这种是我唱，爱你唱歌那么好听。哎，先生，不是往下走吗？中午十一点到下午两点，还是我们明天去吃？啊，抱歉，我没有点到技能，我刚才吃扎威玛，扎奇玛。明天休息，哇！你说那间店明天休哦？原来你说的妹子是我，所以生日子瑶啊，子瑶昨天生日，可是找不到机会让她唱生日快乐给我听。那今天固定休二哦，那我礼拜三吃吧。我们礼拜三去吃，顺便找你学姐去吗？哎，不要好了啦！礼拜三我要回诊，哎，好像也可以。礼拜三早上回诊，然后再去吃拉面，好像不错。很多人都衔接不上啊，不是啊，你就讲自己的话，我们要怎么接？刚话题一直都是你自己在开，没人接你呢，你要尊重一下我们呢。请问你从刚刚魔力宝贝我接得上好了，我椰子罐头也只有我接得上，那请问你后面龙族那些还有聊动漫，有谁理到你？什么客人？哦，客人。啊，所以小林你可以啊，是什么意思？你要找你学姐来？好像现在的人都忘了要说什么，你去死啊！
欸，今天你不尴尬，就是我尴尬了。学姐的话要问欸，你先问啊。你就问他，你最近有没有想要吃那个什么你亲戚开的拉面呢？这样聊天室好乱，就很乱呐、啊。他那么问东问西的，啊，问完一个东西也没个下落，啊，又马上问另外一个东西。我想说，哦，玩魔力的好朋友，啊，可是从刚刚在一起是跟我讲手机版的，然后还有。其他有的没的，我就觉得说，哎、欸，不对呢，你这样子，我话题怎么跟？哎、欸，当时攻略还没出到这边的时候，我一个人摸到这边来，就走到路霸前面，就被劝退了。你看，蟑螂，各位，蟑螂出现了。阿国中同学开着店，哎、欸，你学姐不是才大你一两届而已吗？哦，你是说国中同学家人开的店哦，亲戚开的店？你那时候讲说什么亲戚开的店？我想说哇，世界太小了。喂，子瑶，你要唱歌了吗？是要唱什么啦？哭啊！你是想这样讲？哭啊！是要唱什么？后来就唱哭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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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要哭啊哭啊！子瑶之歌，只会哭啊而已。没有啊，我就说了，他是昨天生日啊，啊，昨天就跟大家讲说要请他上台来唱歌，啊，可是昨天真的状况太累了，又闷又热又累，我说没关系，明天再继续问他要不要365天都生日，再吃饭的，等你吃完啊，你看哦，他讲说再吃饭哦，我也跟他讲说等他吃完，他吃完还记不记得是另外一回事哦。让我们看下去，反正路很长，只要加油。对，你可能可以，你可能可以唱个两小时。哎呦呀！我来吃爆米花了。小林的学姐是我想的那位吗？你们认识哦？我都不认识了，你们竟然认识，哇，好扯！你想到哪位？我学姐很多哎、欸，对啊。只要你完蛋了哦，很多人在等你唱的哦。今天生日的那位，谁？哎呦！是谁？是谁？我们叫做术后修复啊，那是什么东西？
手术后的意思吧，我知道啊。啊，修复是什么意思？哦，注意清洁，预防感染哦。那应该很难呢、欸。你去哪里啊？下面没有路啦。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啊，你刚刚不知道你刚刚往上走干嘛？我以为下面没路嘛。你这边骗我，想说你往下走，骗子。有人在学校时看到同学有很眼熟的感觉吗？第一次见到，你是江大头？你是不是刚刚江大头？昂贵包子，对啊，就摆着而已啊。啊，功能能干嘛？没干嘛，就只是贵了一点点而已。但你就是同一个人啊，妈打的东西都一模一样。不是，他刚刚其实打了那个点点点点点，要我解开那个检视。他、啊、现在要打一次点点点点点。不是，我跟你讲，你真的不要突然每次都蹦出一个很奇怪的话，没人接得上。为什么要凶我？那你想一下，为什么你会被凶，好不好？不是，你想一下，你为什么会被凶？你从一开始一直自己找话题聊啊，聊到后面啊，你怎么收尾的？没有，你没有收尾，啊，你只是开了下一个话题而已。我为什么要凶你？你觉得我为什么要凶你？那就对啦、啊。哇，圣盾欸，这么扯。你以为我喜欢凶人哦、喔？我现在是三换呢。三换不能动怒，你只让我动怒，不然见面会。那谁有见过子瑶不是吗？陈烨。你有了不起哦、喔，了不起哦、喔！好，去台南找他两次，我是疯子。你时间太多还是钱太多？时间太多可以跟我说啊，啊钱太多也可以跟我说啊。啊，我现在每次都要崩级了，真是不要脸，崩级，崩级。我觉得他是钱太多啦。请他吃拉面，
还跟我说没关系，我自己来。频道会员靠腰哦，哎、欸，我第一次看到这东西耶、欸，感谢盘子的会员，哎、欸，我是真的看到第一次有频道会员升级，怎么用的？300块的会员，我那时候真的只是抱着说好玩放上去的，不然之前还有一个。那个频道会员是3200的操盘的，我想说不要好了。那如果人家真的给下去之后，我还不能回馈什么事情，我会觉得很过意不去。为什么没有这个酷东西？很显然，显然两者都穷，是什么？你要跟他打打看吗？我不是没打过你，白痴哦！我不是没打过他，我不要。如果你还要重跑一趟的话，我没意见呢，好不好？你如果还想重打、重新走一趟的话，我是没意见的。感谢克洛伊升级频道会员。是啦，真的，真的没必要这样啊。感谢盘子妈妈秀秀的会员，感谢克洛伊的提升会员。看到没有？对，我想刚刚的利恩跟克洛伊都不是盘子，好不好？刚刚克洛那个利恩只是开玩笑的，真正的盘子在这边，好不好？啊！谢谢克洛伊，谢谢利恩，谢谢秀秀。盘子是啥？我们这边闽南语叫盘纳，盘纳就是有钱，钱太多，有钱人的意思。也不是有钱人的意思，就是好像说啊，你是钱太多那种感觉。就是人傻钱又多，对，就是怎么讲，比如说好，今天光遇出了一只超级超级超级贵，但是又没有屁用的一个只是装饰的东西，但是还是有人买下去，我们就说它是盘子。对，你看这东西就是废物，已经没有用了，但是还愿意花钱花下去。啊，好听一点是真爱嘛，啊，难听一点就是说盘子。小王子的狐狸，我是盘子。小王子狐狸还好吧？你又不是说那个光遇的那个前一个副科先祖有没有那个风吹那个风试炼的贴纸？如果那个是啊，好，对啊，如果是像那种类似很贵的小废物那种东西，就可以说它是盘子的。
怪人，我可能会把你当朋友，其他人我不知道该说什么，要闪了。好，怪人，你好好跟他当朋友了，怪人，谢谢，谢谢你为聊天室付出这么多，怪人。怪人，没有你的话，这聊天室可能就活不了了，怪人。大家为怪人加油，怪人加油好吗？盲盒或扭蛋吗？我买很多，对，就类似那种东西，但是就是在人家眼中觉得是没意义，啊，那个就很贵，它，啊，就没意义的东西，但会对很多人来说，不会啊，就是拿来收藏啊，可能自己会觉得很有爱啊，然后会被说拿来当盘，就说盘子嘛，我才是怪人，没心情了，走了，嗯，拜拜，对啊，看看我超穷的，感谢小林的30块钱，那个人喜欢怪人。啊，怪人就是气，啊，就物以类聚啊。来人救我，没有了，没有。我觉得今天最经典的这句话了。我把它盯选好了，等我一下哦。欸，那个怪人，我可能就好，我盯选他。好了，坏人，我可能会把你当朋友，其他的我不该说什么。谢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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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你为今天带来的欢乐。我怎么觉得我宁可送电脑比较好？哎，欸，你讲的哦，喔，哎，欸，我要盯选另外一句了，我宁可送电脑，欸。谢谢怪人。欸，他有下面写普通包子，欸，现在怎么变这样子了？感谢血魂的会员3个月。你说感觉又感觉。好了啦，怪人。感谢盼盼的2个月。刚刚就在想说有血去才去看那个会员，刚刚就是看到有血才去看那个会员。哦，你是说看到会要有写个普通包子哦？那要不要加个3200的？没有啊，不会加那么贵，我觉得那太贵又没有什么回馈。不知道做回馈的话。累的也是我哎，欸，虽然我可以拿那些钱，拿个3200的钱去委托什么之类的。哎，欸，对，我们哪天去学吸血魔法？各位有缘再见了，我要走了。怎样？你要跟那个江大头一起去吗？现在不可能了。路呢？他不是在上面吗？你上面还没走哎，欸。上面东方往上，对对对对，这不是啊，绕过去绕出去，另外一条往上走。我自己走自己的，给我3000块去做事，要做什么？可是就是怕会有海外这个东西啊，对吧？我想要做商品，只要寄到海外又很麻烦。快到了，我知道啊。他是不是说要将近快1个小时？看到树精就知道快到了。加二，加三，哇，这边可以练到86等，太爽。
已经有会员的要升级会员，可以先到会员福利那边跟变阶级按键按下去就可以跟变了。干嘛啦？现在是给一杯真奶的钱变给两杯真奶的钱吗？功能好，那如果等一下，我想一下，应该是莱克麦当当，莱克哦。我那时候看到有人说，一个面可以有三种吃法，就是你先把面泡开之后嘛，然后把汤倒出来，然后加三分之一的酱料跟它的那个粉，三分之一吧，就把那个当汤喝。那如果肚子饿的话，就是把酱料再加三分之一进去那个面里面，然后再加那个剩下的料，然后最后如果又饿的话，就是把那个剩下的酱料跟那个调味粉直接用开水泡下去再喝。寄海外可以用顺丰或是 U 直送，之后运费到付款就可以。我记得顺丰可以直接一个到资料，就不用一个。那到时候再问你好不好？不然有些可能之后才订阅的，我之后再来问你。看看寄来我这吗？寄什么？不是啊，因为还是会碰到有些东西要寄到海外啊。你看，像我的杯垫啊，那些卖不完的杯垫商品，还是可以寄过去的啊。可以啊，就是台湾我不清楚，一不一样哦，没关系。顺丰没有很好用，那Joker觉得什么比较好？耶、yeah, ，到了！你去哪里？你想把我拐谁家？嘟嘟嘟嘟嘟嘟。耶、yeah, ，谢谢，我们可以。好了，你自由了，你解脱了，你开心了吧？哎、欸，你还有杯垫哦，超多的啊！我迷豆子杯垫好像还有八十几个吧，可以去别人家床上玩了。救命！他要猥亵我。然后你迷豆子的杯垫坏掉了。哦，我的杯垫已经没了啦，那已经之前绝版了。但是迷豆子还很多，你要看我寄到哪个地方吧。没床烂，对吧？先寄给你，再寄出去也是可以啊。你就直接啊，我直接寄给你，你摆在那个你的店里面卖。哎、欸，不然我整箱都寄给你好了，我把我所有商品都寄到你的店里面卖。我还有我书签还在嘛？哎、欸，书签，然后饮料杯袋、杯垫。点点的跟迷豆子的还有啥？还有什么？我突然忘记我有什么商品了。等于香港找小鱼买，没有台湾得去找小鱼买的，台湾没有货了，台湾已经没有库存了，通通在香港了。好啦，我先到这边啦、啊。原来一点了，对，差不多了。我要去吃东西、吃药，不然等一下你想干嘛？你想干嘛？救命！救命！快逃！
他看到虫就冲动了，完蛋了！救我！救我！救我！快跑！我跟你讲，你们看，你们我刚好及时离开，我离开的瞬间，他打了床惊叹号惊叹号，胸章哦，对耶对耶对耶啊，还有那个好像还有李泽言的夹子吧。我记得那个白起的夹子没了啦，是李泽言的。还有啥？自己打开自己的虾皮看一下哦、喔，看一下那个秀秀说的繁星情趣用品，看一下。啊，待会要休息喽，感谢感谢。不可以色色，哈，我不会让他得逞的。我是很保护自己的，好吗？看一下哦、喔，我的商品有什么？我的商品哦，还有钥匙圈、书签、杯垫、透扇、环保背带哦，还有魔力宝贝证件套啊，你可以去看一下。便条纸是应该是没了，对对对对对。你特地大声说出李泽言吗？李泽言应该也没了吧？我看一下夹子哦，地牌卖完了。哦，对啊，哦，李泽言也没了。有啊，还有啊，李泽言还有36个。没买到白起夹子。谁知道白起那么好卖？应该不是说白起好卖，是有想过白起就是很多人，反正也是吃那个嘛。我那时候其实那时候好像下多少、啊，白起、李泽言都下100个吧。然后布布的是布布跟我的是150个，然后反正是布布比我还早卖完，你知道吗？那时候布布的夹子是先卖完的，再来才是我被卖完。然后第三个才是李泽言，你是白太太，很多都白太太啊。你请陈燕买到了，买到什么？白太太。布布玩偶已经很久了啦，那时候布布的玩偶跟我的玩偶那时候也卖了四个场次吧。白太太，有啊，那时候其实本来有多留一个白起夹子，他后面送给一个小粉丝了。你什么时候包粽子给我吃？你要吃什么粽子？然后李太太们很多都好有钱。对啊，其实李泽言的钱都是李太太给的啊。白起李泽言的夹子，哎呦，懂挑哦，挑个，动不了，懂挑一个。我比较喜欢白起，没事没事没事，你可以喜欢我一点。好啦，又到这啦啊！那个呆鱼在吗？如果三点没看到我上线的话，就知道我应该不会上了。不是不会上啊，是，在休息。我就是怕，对。好齁，你哪位被打？我？没事啊，就打招呼嘛。那个历程在也很久了，好不好？你跟他打过几次招呼了？天啊！好啦，感谢大家啦。啊，我姐刚问我要不吃螺蛳粉，我想说好啊。后来想想，不对耶，我可以吃螺蛳粉。我比较喜欢布布，没事没事，有啦。最近其实我在想，我不是说我今年想要再出一次布布贴图跟那个吗？做布布的商品，反正最近再看看，还是有在看一些商品，因为我最近有看到一个很想做，是那个无线充电座，就是其实它就是一个无线充电座，
只是上面的图就可以改成我画的图而已。哎、欸，大概就这样子。好啦，那感谢大家。对啊，我有看到客制化的无线商店充电座，无线充电座，客制化，好。对啊，无线充电盘嘛，然后好像也不贵啊，就想说可以印出来，那这个晚点再找那个吧，比较懂做商品的，像Joker吧，再来问问，想做什么可以帮你找厂商，可是你在香港耶，粽子给我拿来哦，哎、欸，其实我不是很喜欢吃粽子，可是有粽子我还是会吃。好啦，那感谢大家，晚安，晚上见，拜拜，拜拜，大西晚安哈。